本节目由纸牌屋 Portal Store 赞助播出。有玩 PTCGO 的线民可以到 Portal Store 购买序号，输入代码 Skyline 可以享 5% 折扣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线。我们今天请到了非常难请的，对，我们初代宝可梦道馆馆主何公俊何大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不要那么难请。主要他前阵子因为他哦对了，精忠报国，对，我一直在等。这工作把我拉回来。哦，这工作8000块。快要变成收藏玩家了。好 ，OK。哇，这是一个一级对连级的开场。伊布那弹完全没有碰，就是刚好我在挡兵，打不到我。哦，你是用多边兽的？对呀、啊。好，那换你。可以。我填一个电。嗯。后期。好。你要看吗？还行。哦，你有放火神了？我觉得好像不会放。气球。嗯。哦。哦，懂。OK。哇，很顺。嗯，对。换你。抽牌。中性，这个就多边手。糖果，进化，嗯，特别两个，小公主，好强，下二只塔，下一个月亮一步，一二只塔丢二只塔，抽两张。特贴不过你，叫龙卷云，总算出来了。OK， 特贴给他，嗯，抽七，然后是维洛博士进化月亮一步，那、我不抓，然后特贴一级豆，先机丢多边兽，拿叉子符，好，好顺哦，我在卡里面下叉子符抽象。特贴一个抽出能量抽牌，嗯，特贴第二个抽牌，特贴一级豆，直接把功能树打掉。我好抽一，天机有交替，小兵好，进化。进化个8000块，气球，然后收起。OK。再下一只。嗯。天机丢博士。好。下一只。嗯。保全一个电。嗯。再来。五。两颗。8000块，应该已经9000块。抽牌，进化龙卷云，特贴抽出抽你，气球给月亮一步，熏香，多，法力，特贴抽出抽一。多边手，打打一只大字，280，2张。好，那我回，再进化，龙接弓，两个，抽三，我可以再拼，第一次抽三。哦，有哎，印章。好，看一下刚才拿到什么。下，龙消龙接口。这套就是要疯狂压。OK。第二只特性，把两颗火能再丢掉。嗯。那就把4颗开始。好。
原来是。看一下手牌，推多边手出去，抽牌，直接抽筋。先击丢玛丽，拿多边手。通信多边兽回去，通信到这个龙卷一份，加二只塔，丢龙卷一份，抽二，脱离之符，直接换你，这么快？对，等下一回合吧。先击丢大比特，哇，掉开，变得更猛。第一次特性，好，进化，求了，下车 ，OK， 第二次特性，哦，天机丢熏香，撤退换什么？五，然后下单。我拿老大，好，老大抓那个小子的，然后火神的第一张，嗯，一、二、七、八，哦，他能量就好，他没有限电跟火，对对对，电也可以，十一颗，240，好，火神血多少？210，抽牌。二只塔丢二只塔，抽两张，哦有了，哎有哎，这样打220打死 ，OK。OK， 好，科迪尼，先抽一，左边没事做，换你，真的假的？抽牌，没事做，先击丢丢月亮一波，好，换你，还好，哇，天下烧白红红，嗯。好，我们切。那我直接抽七。好。先击丢小比克。好。也。手接后面，我也不等。哦，有点可怕。对啊，这样打我一样。哎。抽牌。抽牌。下龙卷。糖果，后面的多边手，玛丽，抽牌，通信，大的龙卷回去，出一只月亮一步，好，再下一只龙卷，然后东东鼠，六张。有吗？特天抽出抽牌，那用他的第一招快速抽出抽一张。好诶，换你抽一。哇！你手牌很玛丽吗？我先掉杆，把掉回去。真香。嗯。扎比克，先击丢没有手抽。嗯。他是两只小裂空在奖励卡里面，有好像有三只，那一定是其他只有300块，不是3000。他是不抽的，嗯。先进化，好，熔炉烧 ，switch 一样吗？213，手点火能，哦，懂懂这些。哦，有哎、欸，老大，老大，你的，老大，你的月一步，月一步，嗯，
那就打两百了。好，你先这个吧，抽牌。特提两个几动法力。哦，好。特贴奖励，先机丢丢月亮地图，拿刀。像我讲中左右是真的是你的左边吗？应该是、我看过去的左边。好，你看过去的左边。对。哦，你惨了，你惨了。我惨了。对，进化特贴。把那撤退，真的惨了。这特别无情赢三百二，啊！可惜不是裂空，快你要死了。没事，让我抽一。好，赌你没电了。没有，我有。你有？我太小看电系道馆。对，龙界宫，然后一颗高三。太扯了，那我先硬。好，想看你抽到什么？风气，刚、才抽到不错哎。风小，刚刚有抽到。那你呢？那就直接四颗。OK。那我看一下我抽到什么。噔噔噔噔噔，抽三。哦，手牌很棒。抽牌，下二字塔，进化，特贴，抽齐，我能一张完美，哭吧，活力之虎两克，你只要把他们都抽上手就赢了，对，可是我现在没有抽的东西，特贴一个捕获，抱歉，好，特贴一级豆给他，特贴强力超能打他的。280主要我还少一张一级的，让我错了。如果还有一张一级的卡片就可以了。然后我，那我只能赌你打不死我。我手贴，然后老大东东是。你一开始有先收两张了。对啊，我一开始大笔克先去收绝一步，然后再瞄龙卷。